来了，小老弟人，又来一只，你看这肉啊，缩的挺快吧？继续往前出发 ，Go Go Go！ 海螺，哎哎，哦呦，出来出来，出来，小老弟，收，小螃蟹，个头好小，放生，没有让我停下来的意思，又来一个，收。你们过来了，石头一定要戴手套。我刚才被牡蛎给割了。又来一个小老弟人，是没有相当的眼力，你能看得到吗？抓螃蟹，我靠！你这块的一定要眼疾手快，下手一定要是那个准。不过呢，过来抓螃蟹的话呢，一定要注意危险哈。这边的话呢，特别危险。非常危险，哎，这边全都是这种牡蛎，稍微摔一跤的话，就要了半条老命。来了，我靠，这里，哇塞，这老弟，这个也可以啊，收，这里。哇塞，是挺肥呀、啊！这里，哇靠！不好意思，差点让他跑。这个头也行啊，一两多。海螺呀、啊，哇塞！基本上抓的海螺我都没卸的拍视频。关键这块螃蟹都够抓的，感觉呢，你们应该还是喜欢看螃蟹多一些。这里啊，这个超大，这个不得一斤啊！我的我去，哇塞，这个不得一斤啊！蟹王呀，哼，下红中的蟹王 ，beautiful。